我想说呢，阿巴斯竟然走去看鬼滅之刃，他平时都不看动漫的，有什么资格去看啊？唉，现在的零零后是这样的了。这只巴斯真是啊，不加分下他都不得的。喂，听日十点半那场帮我买票，帮他买票。啊，你出来。你条 PK 你不嬲都唔睇动漫噶喎，我平时叫你睇你又唔睇，好似你呢啲人真系好。而家睇到戏啫，系咪下排先？唔使理佢，只要帮我买飞得噶啦。你有冇睇过套漫画啊？第一季26集你拆咗几多次啊？你好答我咯喎。啊，我系冇睇过套漫画啊，冇睇漫画你都好意思拎出嚟讲嘅，你真系面皮成块多士咁厚喎。系啊，我系噶。哈哈哈，唔该你同我鬼度。你真系烦到癫啊！系啦，你先系真 fans 啦，得未啊？其他人全部都系垃圾。虽然我真系跟风嘅，我睇咩又关你咩事啊？而家你系我阿妈，我想睇咪睇咯，我又冇叫你俾钱请我睇。哼，咁我有冇讲错先？你乜都唔识唔知又走去学人睇鬼灭、啊，真系笑大人个口啊！佢不如去睇《角落生物》算啦。最威是你了，好美。